杀了五个怪，哎，不是吧？哎，我红了！哦，我在身上，我说升二级怎么红 buff 不在身上？我靠，居然有反野，这逼打野我看不懂他干嘛？他被人看到，他硬杀，他走了，直接吃红。 他吃手了，什么都不管他，马上去吃，接着冲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没神界了。然后你会觉得我打这个红，实际上我们快把他杀了，还没闪现，太赌运气了，哥们儿，没升三级，他妈这人。 这人给的不能打这个了，他们其实没状态，但我们是三级，我要升三级的话，我能继续打。太赌运气了，哥们儿！他妈第一天打韩服啊！他妈的，打不了这个红，因为我们刷的比较慢。飞哥都不出门的话，他的成绩是好的。他妈他居然会觉得我会把这个红吃完的过去，早教了。那我们再现在再过去。 不过我们下路也是没打过，破鬼的位置是确实对线比较低。哎，主力好像用闪现了。 你没学 Q 吗，哥们？不是浪费我时间是吧？你没学 Q 又是干嘛？这卡玛我，哎，真他妈浪费我时间！我操，卡玛 Q 死了，哎，GG。你学 Q 为什么刚刚不丢啊？ 真又得破防了，好台，先把红吃了，哟，赌运气小子儿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拉过来，主力在那边拉过来，不看。 再一刀，甩个飞镖，然后回去吃自己的 W， 因为我们的路线太好了，所以不要回家，先把这 W 刷了，然后再 A 果实，鸣枪刺激，让这个人不要打虫子，核心还在。 服务员这边露头了，那就不逼了。不逼了之后，我们开始吃虫子，上路满血，给他点信号，能不能 Q 他回来？我吃个河蟹能靠。这波他的杰斯可能过来做眼，但他做眼的位置很刁钻，他往前走深一点，应该在这里有眼，但是不好说。Q 完，点直接给全太低了，然后打 Q， 好细节，兵线不要动。 原地回城，走，这兵线不用动，很好的一个回对线，小回对线。然后出门我们就可以刷个所有人，然后控制个虫子，也可以直接打。哦，好弹，硬上玩的很急 ，Q 到就死。 啊！哎，这中路了。老子哥把看入迷了，兄弟们。这飞哥妈小丑一只，对面有的玩小丑。这个逼虫，主要这个逼虫一级很搞笑。
他喵，他一级看到我那个盒子，我再刷了个碧红，他还要到边上打我 F6， 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可能觉得主播脑子不好了。我的名字叫小贪，不叫脑贪， you know my man。扶一个不会的，扶一个不是不会的，扶一个只有600分，所以没办法，兄弟们。你看我哎，主播600分怎么了？你他妈前天不也掉600分了？兄弟们，600分跟1000分的差距很大的呀，就像钻一跟王者的差距，两个人的心境都不同，知道吧？你看我打游戏游刃有余。发生什么事情都面不改色，这是强大的经验。小龙我要吃，这个走位的话可能是打小龙，先让左一把，先让那个岩雀把那个兵线清完。这个龙如果对面一打的话，确实也没啥办法，得来了，打不打碎过来帮他打龙，没打龙就行，隐身怪，到自己看。哎，定住了。因为这边太黑了，所以我们能做的选择其实挺少。他被阴死。敢 Q 吗？哎，我分身刚好消失了，我靠！我不能过来，应该打得过，打得过。躲开，哎，嘴巴躲开了。被刺叫飞镖，请这一下走。乌里里乌拉拉，想靠着一个杰斯 C， 等我去把杰斯针对一波。哇，这逼赌运气小子，我操，牛逼，专门在这赌运气，你看，操了，逼左一妈赌运气小子在这儿。你给他堵到了，差点一个 Q 把那个左一打，把那个岩雀打死了。有这么幸运的事情吗？来，你再堵一个，还没闪现呢，突然给挺近啊！你再堵一个来，攻速不够。你再堵一个来，这才叫硬实力。我的英雄比他弱，但我就是敢去操作这个。这个过去妈你脑子一手 Q 也太骚了吧，直接把他睡给，哎，上了 KD， 肯定扶一队在，我在靠能拉扯一下吗？只要拉扯一下就好了。我操，这个血量不好搞，打不打 Q？ 哇，这里是顶级的，这里是顶级，我操，没猜到，我还在又打炮出来呢。挺急，兄弟，不愧是我夸张的男人。可惜我这么失误了，我亵渎没丢，也不是亵渎没丢，是我镰刀失误了。我是先亵渎的丢飞镖，所以就丢不出亵渎。如果是先飞镖的丢亵渎，可以丢出，因为飞镖连前腰太重。过来收野区，这把还没赢。我们的英雄拿八个人头也只是军事，收野区。给这个护盾给他，不然我们杀了。这边有眼，不贪了，准备去吃虫。上路我得帮忙针对一下。
我这蛤蟆跟蓝 buff 都是一级的，都没吃过呢。刚开始，给他抓一下这个屌逼，这个逼结实有点猛啊。但是我这个血量容易怕他秒我。吃个虫子。快跑，结实来了。没了，能打吗？不好打，敲回来，别给闪现，没位移了。哎呦，确实被拿捏了，这其实玩挺好。把这波线清了，然后我们去吃虫子，或者一在下路，所以我们过来吃它。回来。赶回来，哎，赶回来，可以去吃塔皮，或者是蹲一波这个飞哥，因为这个飞没有血，会觉得我去打先锋虫子。扫描，杰斯埋虫子去，我没有惩戒打虫子去，就一只一只慢慢打。吃完这个走就行了，给他一只，我们直接召唤虫子就够了。然后小龙就要，我们刷野下去行。我吃了一波经济，1000块钱也是好起来。加油，上不去人了，小心儿，小心儿，去三个人，我绕一下，有人儿，兄弟们。再起跑呗，到这看，然后拉下来，先锋可以，兄弟们，来送的先锋，对面玩的有点小急了，兄弟们。有时候劣势了就也出现这种问题，就是急，我们就不需要急，我们就刷野，看着对面的走位，感觉能去就去。你要的小礼物，谢谢。哎，但喜欢主播的不要吝啬的每一块，牙拌上我的粉丝牌，无异于脸上有光。别人一问啊，你看谁主？这小组不谈，觉得我操，品味什么意思啊？哥们，怎么演的？不过来 ，A 标打不挡 Q， 具有品吗 ？Man。你懂什么叫做巨啊 ，man？ 哎，我应该买。狂的，开始狂妄了，后悔了，应该买狂妄的。这狂妄肯定是最爽的呀。很快哦！哎，怎么？而且这版本穿甲缺一刀，就是小剑都被缺了。版本好像华百杰啊，
是比较常见的，像旅行这种就比较，甚至有的金克斯他也会买穿甲，可能是因为暴击这版本不强嘛，就不贪了。我们回去看他有没有死落野怪，扣逼一下。地图上好，有左一很黑很烦，容易白。既然排到了我，就去感慨一下自己的渺小吧 ，man， 尽情的感受一下真正的实力吧。感受一下被强巨人碾压的感受吧，感觉吧。哦，两放波箱逼对面过来，我们去排眼。哦，马炮隐身过。好预判，没 Q 技能不能做先锋，没 Q 技能做不了先锋，有 Q 可以做。打不打一？打不了，操你兄弟！水大无，后面怎么啊？哎，别，距离不够，可以不到，后面的主意得绕一下，怎么？得绕一下，先忍着一走，慢慢来，这波碎 W 慢慢打，位置太差了，这位置。打不挡 Q， 一枪啪，这个眼我一炮就死了。别被秒了，哥们！卡斯也过，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了吗？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，苏巴拉，苏巴拉。打龙，打龙怎么？搞波小龙，自喊提字儿，哼！隐身过，想秒我兄弟，直接背刺你，哼！还感受到来自四面。无处可逃的恶意，这次居然又在这操作。不是你哪位啊？打不挡 W， 没打。好，早知道开大挡。哎，对，开自信。这是稳定挡，因为我大招可以动了。他 Q 往哪边过来，我就往那边走。靠 W 挡，需要对面。这个东西速度比较高，他去人没有直接伤害，他就给我拉了一下。不过无所谓，直接幽梦加上。又给左一送一千，这种一小闷，那老子就拿六个人，三个，准备打小龙呗。能挡，这哥们不能用打不挡，为什么？左一的 Q 不要挡，他也可以用那个卡玛 Q 技能，他可以跑的，他也可以把我的 Q 技能给打断，
就把我一个瞬间把我那个盒子给打掉，这样的话我的盒子我来了。哎，大龙有了，我们先拿大龙，我得报仇了，他左翼很烦。七人太甚，小跳舞。